那此行过程中，您认为最经典的事或物是什么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经典，我觉得就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，好像我们的那个，先卖广告，卖对方的。我觉得还有就是你必须要很有个性啊，很有自己的想法，还有就是。很有内涵，这样才会是成功。好，谢谢。那有请谢老师。你好，我是南都娱乐周刊的记者。我想问一下，您跟车之间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故事？因为据说您拍《色戒》的时候，曾经有五个小时被困在车里，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？拍什么时候？《色戒》。哦，我车子。我是很长情的一个人，我平常开一辆车，我可以开20年都是开那一辆车，然后人家都觉得我没有换过，但是其实我换过很多辆，就是但是我就同一个颜色同一个款，然后一直开，因为有一些东西就是你喜欢就是喜欢，你觉得我跟车的关系就是这样，但我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我就一直都是开那一款的车。那如果要把自己比作某一款车的话，就是您觉得自己的气质是像轿车，还是跑车，还是 SUV？ 就是如果自比一下的话，我会比较像Jeep 吧，就是那些 SUV 的。是 SUV 还是那个 Jeep 这样？是越野车。对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个人不喜欢太张扬的那种，我很怕，然后很多人看着，所以我就喜欢一些比较平实的。但是它又是很有很 classic 的一些款，但是它又很平实，你不会觉得很炫目这样子，就是。然后它。什么天气都可以用。您是说你自己喜欢 SUV 对吧？哦，我刚刚的问题可能是说，如果要自比一辆车，就是某种车型的话，您会觉得自己的气质像？我都会觉得我自己像。自己是 SUV。对，谢谢。好。那个托尼你好，我是来自东方卫视新闻的在线的记者。我想问一下，就据我了解，您在拍那个迈锐宝这支广告的时候，其实您自己并没有亲自来到 Malibu， 是好像是后期团队在用那个这个加州一号的那个公路的风光片，再加上您在香港的拍摄的这样剪辑的。你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感受是什么呢？跟我分享。就是。感觉很开心啊，因为很荣幸这一次中国现在 Motor 请我过来，然后我来加州很多次，但是从来没有来过海边。我刚刚也说过我很喜欢海，然后感觉很好，然后天气又很好，然后又可以重跟那个重逢，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经验。那您接下来在电影方面有些什么样的计划吗？其实我最近都希望是休息一段时间，因为前一阵子拍了太多年，然后觉得很累，需要一点时间去休息一下，所以暂时没有计划。希望其实我一直都希望拍一些喜剧啊，所以我可能会自己develop一些故事。然后现在还没有一个很有实在的想法，但是希望休息完了吧，起码休息一年，一年后再继续拍电影。